休息莎莎。平常除了担任广告模特以外，我自己也有做点小生意。我一直很喜欢运动，像是游泳、重训，最近我还喜欢打高尔夫球。为了保持身材，我做重量训练已经很长时间了。除了是臀部啊，还有我也加强我的胸部。因为我胸部比较大，然后我希望我胸部可以将来不要下垂，可以比较坚挺，所以我也有针对胸部做一些重量的训练，这样我就可以有我想要有前凸后翘的身 S 曲线身材。我最近也开始打高尔夫球，一开始是朋友他们喜欢邀请我，想要一起到国外去漂亮的高尔夫球场打球，可是因为我都不会打，所以我就开始跟着他们到练习场，然后发现他们打球的姿势也很优美，而且在球场大家朋友之间的情谊的氛围也很好，所以我就开始喜欢上这个运动。打高尔夫球的好处呢，就是我发现虽然看起来是一个很静态的运动，可它确实可以锻炼到全身，而且我还可以就是增进跟朋友之间的情谊啊，可以结交很多新的朋友。更重要的是，现在很多女生都会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，然后譬如说穿着迷你裙啊，穿着连身的洋装，然后很可爱的去打高尔夫球，这让我很向往，我也想要那样。平常除了运动之外，我也喜欢一些很文艺的活动，像是到国外去看一些美术馆啊、博物馆。但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，我们出不了国，所以我都在台湾的话就是去诚品看书。那除此之外，我也很喜欢画画。一开始呢，就是我的朋友们，那就几个闺蜜，平常除了喝下午茶以外，就觉得应该要多上一点，一起上一些课，可以增进自己的才能。所以我们想说一起去学画画。开始接触画画以后呢，我比较喜欢画油画或者是亚克力画。我大概从那时候到现在已经学了有一年多了。我比较喜欢画的类型呢，就是像是比较适合摆在家里，然后颜色看起来会很协调的一些莫兰迪色系。然后我很喜欢画花或是花瓶子，因为瓶子可以使我感到很平静。喜欢美好的事物，所以我也希望自己的身心可以接近完美，所以我会一直的运动下去。